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宁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里是 Q 萌前线任务，我们现在化成这些宠物，然后开始要破关。然后现在第一个关是小风扇这样了，然后其实你走旁边一点就可以不会被打到了。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是平底锅，那个左右摇摆的平底锅，像时钟这样。可是吼，它就左右摇摆哦，你看我撞到掩体了，所以我掉下去又再重走就会浪费时间哦。你看只有这样短的时间 ，OK， 这个吼你只要往旁边走就可以基本上是不会被打弹到。然后哎呀又被弹到了，哎呀。所以哦，他现在在旁边 ，OK， 你尽量避开旁边走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是平底锅，左右摇摆，所以你这个身体也要跟着左右摇摆。我是这样随便左右摇摆过的啦，左右摇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要拼时间嘛，哦，又掉下去，左右，哎，又掉下去哇 ，N 次掉下去，再来又失败了，再来，还剩下一分钟，喂，又掉下去。再来，你不要玩我哎，这个什么游戏这么这样难玩了，又掉下去啊，鸡蛋糕，嘿，走，哎呦，前面的人一直过关，我还没过关呢 ，OK， 喂，真是玩我，再来，又弹下去，我这关我一直有点失败，我觉得还有点难，我忘记我怎么过了，我就是这样子一直重置，结果时间就到了。真的不够时间。喂，OK， 过到了。然后到这个滑板的是它会上下移动、上下摇摆，然后你就是要靠近的时候跳过去，靠近的时候看好滑板，然后跳过去。OK， 结束了。哎呀，然后它就自动跳去下一关，可是我分数很低啊。OK， 它会连续会有几关可以玩。然后接下来这关是空投掉落，不要被空投砸到。结果我还走过去不久就被空投砸死了。哎呦，然后我就观看他们喽，就观看之前玩这个模式的玩家。是觉得这个有点难度啊，因为它空投掉落一定会被砸到，然后他们就要拼那个位置哦，看它掉落的位置有没有砸到你。如果没有砸到你，就运气哦，看运气的吧。这个，我讲，哎呦，还被砸到哦。它这个剩下这个星星，这个星星蛮厉害玩的，还没有被中砸到哎。OK， 所以这个星星应该胜利了。OK， 回合结束，然后下一关是很像跑马拉松一样，没有啦，它是就是要跳高。然后一直跑，哦，这个很简单哦，这个随便跳就跳过去，它不会重来的。然后这个就算你不要跳这个跳高，你也可以走旁边的路，就看你因为跳上去要时间嘛。如果你直接这样子走，不是更快？然后就这样子走，你看我这样这样走了。然后这个是它那个甲板在那里移动的时候，你可以标。撞到它就可以，就是走空洞的地方就可以了。这个那个，我又继续走。然后前面就掉到了，我觉得他们走的比较快，所以他们的一定分数比较快。因为我就有慢了几下，我有差不多停顿下。哎呀，就是追不过哦，怎么那个毛都可以掉下去，我不明白。直接这样跑的 ，OK， 到了，还剩下13秒，还剩下10多秒 ，OK， 过了，可是分数很低，因为我速度不够快，连这个毛啊掉下来了的，还有重走，笑得我，这毛会掉下去，OK， 结束了，这模式到底是奖品高分的，你们会玩吗？我才玩2局就这样子，不是很